七月二十二，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，恁兼无讲到收割的时候，阁有四个月吗？我甲恁讲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下趟收割了。收割的人也鼓励讲，植株五谷，到迎新，叫也正的甲收割的一同欢乐。上句讲，迄个人也正，这个人收割，这个话可见是真的。我找恁去收恁所无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恁享受因所劳苦的。七十年代初，一团少年的乐队受邀请去阿富汗第一场音乐会表演，队长提醒乐队要非常小心讲话，为了避免麻烦，要一人先写出来和伊过目所要讲的话。音乐会迄个没事，有差不多成千人，伊大厅隆重满了，阁有人徛伫门外听，一切拢真顺利。直到乐队中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忽然间放落伊的吉他，开始分享。我想甲恁人讲，关系着我的好朋友的故事。这个朋友名叫亚苏，伊乎我的生命中有了极大的改变。队长煞着惊，立刻叫这个少年人停落来，但是伊却继续的分享。骨卡，予伊感觉戆野的是，这个乐队阁受邀请到其他真正侪的大学，第迄道也是分享予真正侪年轻的人，伊分享上帝爱的信息。乐队的队长非常的小心，知影阿富汗是一个保守的国家，但是圣灵知影因迫切的需要，要听到上帝爱的信息。真多上帝忠实的仆人，在这个土地骨力做工，三十年来，有人搬石头，有人挖龙沟，有人野种，有人压水。现在上帝欢喜，将因收割的果子赐予因。有真多人，帝国地的阿伯信主的亲戚朋友的当中努力的工作，有的人累残，有的人也福音的政治，阁有人灌压，予咱愿意为着主的呼召出去收割，也种的收割的，拢会伫这服侍的中间，一同的欢喜快乐，让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当阮等待复兴的时候，阮也会回应你的呼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用信心的目睭去看田地已经熟了，下趟收割了。咱为安尼做忠心的仆人感谢你，因无亚先帝国地方的福音，阿未信主的亲戚朋友当中努力传扬福音。阮祈求你，予阮凭信心有勇气地走出去，分享你的好消息。收割这心已经熟了，要相信你的人。感谢主的救恩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们。